腕表刘行利团队预祝大家圣诞快乐，元旦快乐。腕表刘行利，天书接地气。大家好，我是刘行利啊。我们是在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总统套。刚才我到大堂的时候啊，就发现一个衣着入时、身材匀称的美女也进来了。当我进入格拉苏蒂这个总统套的时候啊，这个美女就坐在工作台背后，她是今天的御用制表师。这个让我很有感慨啊。高级制表讲究的是专注、耐心。一个美女对这个高级制表这么感兴趣，说明她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啊。格拉苏蒂原创，它就是这么一个长期专注高级制表的德国品牌。2021这些新品有哪些值得总结的地方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就是格拉苏蒂原创今年的部分新品，这个是格拉苏蒂的开拓系列啊 ，CQ， 这个是格拉苏蒂原创语境下的豪华运动表的这概念。这个是我们介绍的个机芯倒置啊，这个是参议员万年历，这个是飞行陀飞轮，这个、是航海天文台，这个是偏心绿金啊，这个是60年代，这个是女表小夜曲，讲的一键三连啊。上次我们的信息里讲过这款，就是机芯倒装的这款，我们讲它是这个装饰呢是机镂的，今年我们给大家补充一下。今年这款也是这个机芯倒装系列，但它表面工艺是一种全新的手法，而且是中国的限量版。这个虽然是机芯倒置系列，大家看它的面板实际上是这个用的格拉苏蒂原创最擅长的这个手工雕花工艺，而且它的材质呢是玫瑰金的，专门为中国新年定制的，限量25枚。它的背面也有特色啊，它的背面也是进行了手工雕花处理的，1/3加板，而且是双额镜微调百家版手工雕花。这个白色表盘也有讲究啊，你要看仔细看它的细节的话，它叫双状纹颗粒工艺，这个是格拉苏蒂自己的表盘厂研发出来的。再说两款绿表啊，这个是叫偏心绿盘的全金款，这个是60年代的绿盘，这个看起来像不像一款老表啊？这个确实有人目睹了这样一件事啊，一个老先生来到格拉苏蒂专柜，然后带着一款格拉苏蒂的手表，这个老先生戴着表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买的格拉苏蒂原创，当然可以说明什么呢？这款表跟当年的这个历史作品有极高的相似度啊，就是很完美的复刻。这个复刻呢，包括什么呢？一个是造型，大家能看出来啊，最典型造型呢就是它的这个比例和谐的外观，它的一些刻度，还有这个面盘设计。你仔细看它的表盘有很多的细密的花纹啊，这种花纹呢是用一种大吨位的液压机冲出来的。说到格拉苏蒂原创，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在二战以后呢，一直坚持用自己的设备生产高级手表，就是所有的工装设备、所有的工具都是自己造的，更别说表零件了。说完了60年代，还有一款不得不说的是什么呢？有一个系列，我们在这里今天是拿不到样品看的。这个系列最近突然火了起来，突然特别受欢迎了，这就是格拉苏蒂原创的70年代系列。这个系列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一种方和圆之间的造型，这种表它在坊间具有极高的辨识度。有这种造型的表呢，最近创造了又一个拍卖的高价记录啊，所以大家能想到的是什么了吧？格拉苏蒂原创这个表刚好也具有这些特征，它是一种非传统造型的豪华运动表。大家知道设计大师尊达在70年代设计了几款特别有名的表款吧，所以呢，格拉苏蒂原创的70年代似乎也具有70年代那种设计特征。我猜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不到实物的原因啊，它太火了。好，我再说一款表啊，格拉苏蒂原创的一元。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格拉苏蒂原创的一元系列，你们说它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啊？在留言里跟我们互动。这个表款呢，复杂功能是个万年历啊，而且还有大日历。格拉苏蒂的大日历是在业界非常有名的，然后它的万年历呢也有一个你看不出来的一个优势，它是快条万年历。这个快条万年历呢可以说是摇表器杀手，格拉苏蒂原创的万年历可以说是业界高性价比的万年历，或者说是买得起的万年历吧。好，关于格拉苏蒂原创的腕表消息就先说到这里啊，一键三连，点赞留言。好，停。哎，刚才那美女走了吗？我这微信还没留呢。您说哪个？就是那制表师啊。哦，好。